左下角那哎、欸、不见了，左下角是不是会有人名？有吗？啊，你玉石的，我再邀一次，邀。哦哦，好友上面这里可以按吗？灵敏度，哇，知道怎么用？好像不能换、嗯。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啊，你看我是章鱼耶。为什么你有章鱼？因为它是通行证。你怎么有通行证？为什么我没有通行证？免费的啊，两等就有了。要去哪里拿？啊，那个生涯记录，然后制定、啊、就可以换了。要怎么领？它有量，哎、欸，我还不能领。有免费那个，你按下去就可以领了。啊，再玩更多场，再玩更多场，快点，快点。玩这个哦，玩快速对战，选一下你的那个位置。这是什么？你要选，就是你如果选肉盾，你就只能玩肉盾的角色；啊，如果你只选攻击，就只能玩攻击。哦，开启战斗通行证，这是什么？这就是看你的通行证到哪。新的英雄。如果我按训练中心，大家都会在训练中心吗？哎、欸，真的哎，好酷哦、喔！哇哦！为什么是中文？为什么是中文呢？我想要英文。发现敌方目标，反应快一点，可以快一点。双杀。一起来！升空，升空，震飞你！都出来吧！敌人阵亡了，换个位置。战斗不一定是输的。升空飞行，我跟水母一样，理想交付就是蛰死人。跟水母一样，这一只很酷哎。它可以变成其他角色，回音，它大招可以直接变成敌对的一个角色。起飞，复制温斯顿。像这样子，看我是奇怪星星，我随时都准备学习。对啊，往上移动。好久，这样就对了。我可以变出火力，有耐心才有回报。双杀，针对目标，瓦解。双杀，时机正好。正在重新定位，要大招，对敌人按 R， 然后这边有敌人，对，这有敌人，你就可以复制他，向上提升，他只能复制敌人。哦，拍到了，这是什么？拍到了，直布罗陀，直布罗陀，好陀，选择英雄。哇，我都不会玩。你选什么？攻击角色。
接收到车的声音。两个莫伊拉可以这样。我从空中攻击，空中位置移动。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打人，打人就对了。死神就是你要传送到别人后面，然后开大招嘛，就一堆人死掉，就是跑到上面，然后直接跳下来，然后开大招。那开大招都会被打掉。就是你要让人家不知道，然后就直接跳下去，然后疯狂开大，然后一堆人就会死掉。良好的指挥能够改变整个局势，我们并肩作战吧。这怎么打一个？四、三。二一，开始进攻。他为什么说是没了？为什么他选我的诺伊拉？好坏，大家都打我。我你，心酸的时候到了。正义从天而降，快杀！哦哦，正义从天而降。振作起来！哇，卡住了。开始战略目标。我取得空中优势。不然就是先找那补师，这样他就不能补。推我推，推起来，推起来。
飞船。要到了。哦，赢了！耶！哦，双杀！我太强了！精彩重播！哦，小吉，哇，他们俩好有！我拍下！哇！一直好赞嘛！哇！没事，给力给力的，是什么？问他一直叫我干嘛干嘛？你要选那个啊？你想要什么角色？那他一直跑，就是随便帮你排。哦，你可以，你也可以选辅助啊，或是肉盾，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死。可以先玩看看。为什么还不能领？我好想领。它有场数，你看挑战，然后它会有那个。我想玩太球。可以害别人。跳起来滚来滚去，你应该要更有热情一点。双杀，禁止进入。双三杀，下台一鞠躬，达到最高。双杀，够了。艾希瓦德，艾希瓦德，做好攻击准备，选择英雄，开始补血。
欸，右上角造型可以换啊，可以换一代跟二代。我从空中攻击，我去取得空中优势，放下那些繁琐规定。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请大家吃大餐。又有任务了吗？我加入。我来支援了。努力超越极限吧，再严重的伤势我都可以治好。五、四、三、二、一，开始进攻，占领目标 A。目标 A。真空，我们来解决。眼睛，哎，没有人推车。来推车车。我需要治疗。事情还没开始，开始，开始。臣服于我的意志。我。他没有人在阻止我推车，我就一路往前。他们在后面打了。热笑死啊！走开走开！喂，我在护送目标。会一次次爬起来。啊！中位置移动。可以开大招，帮你们大反破。我好多了，哇，踩到陷阱了，啊，饿死了。
蛋。这里，这里，一我。我锁定你了。过来，过来。这次采取另一种方式。我也不欠。系统运作正常。对啊。我去取得空中优势。我穿压塔感觉要先杀。安娜报道。哎，那你丢下去。等一下，没有惨。不行，这飞你。需要治疗。啊！你在哪里？我求他，躲他出去。休息，休息，我不想谈这件事。喷死了！啊，怎么又倒退了？好啊，集中集中。好手啊，等一下啊，
我在抓。哇，会不会输？差一点。正义从一刀。哇哇！但中我。我觉得应该会输哎，二十九秒。我不想谈这件事。天，不行啊，我们的坦没有在扛伤害。到此为止，释放耐力强化。你危险了，来了我，别急，不错了。哎，延长赛。哇，输了。失败。差那一点点，然后就被返回来了。精彩重播。来让你紧张。我机甲炸人呢，好强！叮叮，八等。还是要玩不用选的，你可以玩不用选。同战。欢迎来到皇家赛道。皇家赛道。我从空中攻击。这么快！正在前往釜山。哦，随便选。选择英雄。这是韩国。缺一个坦克。系统运作正常。把他废瓦机。双飞组合。退开。哦，
面有人帮补，哦，有了。啊，快跑！哦，振作起来。哇，完蛋！哇，不敌众，别跟队友分散。各位英雄，站起来！他们两个惨哎，超痛！哦，超肉！坠机了，开大肚，我之后就没有掉下来过了。如果大家都有意图，我报告你，任务会顺利许多。五、四、三、二、一，第二回合战役目标。站点哦，伤势好转。现在我们要开行，驱散。回战场，我们人手不足，除了荣耀我什么都没有。前方在此，对方会付出代价。
十连杀哎、欸，好强！正义从天而降，哇！从空中攻击，士兵七六前来报道。B 机，听候差遣。我有章鱼了，哎，三只小章鱼。欢迎来到好莱坞，做好防御准备，选择英雄。他在干嘛？神神的人态。从空中攻击，我的职责不是要让你们活着回来，但别离我太远，我们
们一定能平安回去。Hello， 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我正在防守。我会解决所有难题。死守，小轿车，发现敌军。完，我去取得空中优势。完，你太快了，完没顶到。他们会有绿色，绿色是什么？绿色盾牌吗？还是绿色骑吗？对啊，就是路西欧的大招啊，会加超多血。不是，被发现了。振作起来。只是刚开始出不来而已。行动补血包来了。
注意暗杀术。还是搞定了。你们人，你们人，过来，过来，过来！血，滴血！我好多了。站在站站站在我面前虚无吧！在我附近可以加血，对，撑住撑住，给大家加血，这没加血，好讨厌哦。耶、yeah, 露西欧超强就直接被推一波，对啊，我锁定你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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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是乐色镇女王，加紧加紧，靠近靠近，补血补血，完蛋完蛋。白痴，你们先顺到上面，然后慢慢下来。
上面写500点战斗通行证经验值，是比如说选那个他就会送你500点哦。应该是。好，那我选这个。我的是100点辅助跟那个所有类型。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冷门啊，冷门没有人要玩啊，你去玩他就多给你一点经验值这样。小鸡确认。耶耶。500点是多少？一半吗？没有，500点才一点点，一集要10000欸。哎，对啊，点点。要不要玩个任意游乐场？玩三场就可以过那个任务。升级点，1:51，1:51。哎，能玩的吧？哎，那准星明明在上面，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滑掉了。阿九，对，还是要玩游乐场。拒绝你，等下一场再玩游乐场。好吧。我觉得这个选职位的模式就是好在就是会有一个坦或是一个，不然如果自由选大家选输出就很容易死。我还是你？我在看小杰直播，然后讲话他就有回应。你在这里面讲话也会有回应呢、啊？不要。Hello。Oh my god！ 当 KTV， 好了。有喽！即将抵达，直落是直布罗陀。选择英雄。哦，这是什么？什么？一把。可以帮你放九球，这样你就比较不会死。在这里，九球，你该是走碰不到。场上有什么急事吗？不知道敌人会有什么诡计，所有人都得做好准备。我告。好啊。所有系统满级完毕，准备应战，上吧。看好前方，我会保护大家安全进攻跟撤退。1秒，6秒，5、4、3、先跟在后面，
太前面了。攻击方出动了。第一个，加油！躲在你后面。哎、欸，我要射他吗？我要射他吗？哎呦呦呦呦！我帮你补血，我帮你补血。不要太高兴哦，等下被挤我。对，我们就打那个洞就好。啊，补血！有有有，我补我补。啊，没血了！快跑快跑！哇！哎、欸，他怎么死掉会变成人？变成人干嘛？就是快跑，因为很脆。变成人你也可以射人呐、啊，但是他很脆。好，打起精神来。一切啊！哇，大家都危险。我这里在空中都是。等一下，我怕，我放水球，下面有放水球，小心！我血，有，一直都补，一直都补。完，我后面有人了，我来换一个角色。系统运作正常，补更多一点。来了，红血包来了。目标阻地，开火！空中位置移动点。这人怎么一直？备胎。氧化治疗，化机械核心的成果。机车，我们可以推回去吗？哦，可以，那、啊、推船呢？记得推船。有人在这里吗？有人在这里吗？啊！跳！跳！啊！跳！哎呀！啊！可以。不会动了，全不会动了。臣服于我的意志。巨大。哦呦，需要治疗。换。有，你在哪里？车车。全面进攻，我取得空中优势，震飞你。等。他们要出来。走出去，走出去。瞧瞧什么是空战优势。一耶，到此为止。五，来对决吧。哎，石碑在那边混，哈哈，我还以为他是我们这一队的。对啊，有时候怎么有个人在那边混。空中位置移动，还剩30秒，红起来。能啊！过来，我不动。
吗？赢了！耶！耶！鼓起来，鼓起来！用臭的，用臭的，太坏，对吗？来玩那个什么娱乐模式吗？娱乐模式想玩什么？抢旗、变还是低重力？其实我没玩过，玩低重力。你还可以变更新的英雄，你还可以。到难了，新角色，新角色，暗炸，第一把，接受我的帮助，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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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起来不起来，吸，吸。我从空中攻击，你还可以变更强。即将抵达罗马竞技场。随便选。饿哦。哎呦，饿了。吃泡面，喝牛奶。我跟我妈妈说，她也不相信我会有乳糖不耐症。这不是牛奶的原因，是拉面。拉面叫什么？哦，有很多事要做，我们见机行事。哦，我会飞哦。是这个是要干嘛呀？急杀术吗？这是要玩什么？五、四、哇，应该都会飞了。一，目标将机器人解除锁定。啊，酷哦！嗯，被邓强叫，跳，跳，嗯，跳不上去。哦，很上一个，吸不到，吸不到，吸不到。我们夺下机器人了。对，我们夺下机器人了。谢。炮塔，炮塔要清炮塔。双杀。谢谢大家，快来！过来，过来！一起推进。谢谢。哦，有人吃我！有人吃我！我死定你了！死亡无所不相通，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看到那个光球球，就是吃那个是补血。技能参数锁定。还要
个龙没用啊！这龙要对人啊，不给翻墙啊！哦，他是给的。返回战场，我要血，我要血，在哪里？在补了，我在补了，你不要走。耶，我复原了。敌人的复活了，撑起来！哇！被跳伞打死了。我跟你对决，撑起来！我射血，我死了，我死了，没事。为什么你一直在倒数？我该学的还有很多，不能让他们拿下机器人。这机器人会跑步哎，好酷啊！一下，他在哪里？补血补血！主动权在我们手上。对对对。正面向前推进，将位置移动。雪球，我们在闹耶！持续推进。这非你。被害了是什么？害人啊！你被害了，就是你突然用技能。哪里哪里？你在哪里？哎，赢了！胜利！我的 Q 一次而已，然后还都只往地板打。他的龙就是最强的，我觉得源氏家族的人都是大招很强，可是打都很难打。哎，我那个人站着给他打。哦，哦，抓到，抓到，哦，噔噔噔噔，还要再玩其他的游乐场，可以变更强。团队死斗，但是我好想要吃泡面，最早就不会饿，多吸两口。我从空中可以爬，对啊，他都不能爬，原氏也可以爬。还有蓄力的，让龙魂吞噬一切。哇！你没注意空中吗？被我咬了，是吗？我这里的空中优势。好饿！我觉得我可以先去喝水。三、二、开始了！开始！开始！我从空中攻击。这怎么玩？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就只要打就好了，算杀术。哎，有人在偷打我，很怪。你的队伍目前领先一分。补血，没有了。补血，帮助帮助。你很难补哎、啊。我也打不到。为什么那么会跑？走位走位，神奇走位。啊，真准哦。可以的。需要治疗。你在哪里？啊！第一把，第一把，第一把，你弱，第一把。你到滑，怎么输了？小，
看来换个角度。让敌人瞧瞧什么是空战优势。很强啊，也这个人。哎，我的龙呢？我死掉我就没了。哇！哇！你的队伍落后。枪我就没了。
结束。失败。他炸一个直接拿好多分呢、欸。杀了！想踢？讨厌！啊！又玩了57分钟。我捡到，他那扫塔好痛啊！这都是我捡到啊！你在射的话都是我捡到，我是双杀三杀，全部都我捡到。选择英雄，人是。你们这队伍好像还蛮均衡的。对啊，三只攻击脚，我不吃，我躺。我从空中攻击，一只大野狼。不换，掌旗。Hello， 嗨。5、4、3、2、1，抢下敌方旗帜。大家记得把不确定因素压在最低限度。这里好了，这是小猪。我方旗帜，你拿到旗帜，取得旗帜，正在返回基地。想到的旗帜掉了。他不会死嘞，怎么办？哇！要把那个拿旗的人杀掉。什么是空战优势？哇，那个人，那个人得分了。我方旗帜被抢走了。哦。比数0-1，升空飞行。哦。旗帜被抢走了，去夺回你们的旗帜。你拿到旗帜了，拿到旗帜了，掩护。抢到的旗帜掉落了，快点过来接手。抢到的旗帜掉落了，旗帜在我方手里。
这次采取另一种方式。队友手中的旗帜掉了，旗帜在我手中。队友手中的旗帜掉了。敌人抢走了我方的旗帜。敌人抢走了我方旗帜。没有。队友手中的旗帜掉了，我方旗帜。你拿到旗帜。我还是看不懂。就好像是跑回自己那里，就是你拿到旗子要跑回自己旗子，对，然后旗子好像还要在我们家才会得分。抢到的旗帜，我方旗帜被抢走了，麻烦。去夺回你们的旗帜，敌方旗帜归位。哎，这怎么拿？旗帜在我方手里。队友手中的旗帜。哇，好乱！敌方旗帜归位。我方旗帜被抢走了，我不想谈这件事。我也不是很懂，我只知道我旗帜被抢。小小失败，下次别再发生就好。我方旗帜被抢走了，支起来。比数零比三，那都是我的炮塔哦。你说？驱散，传送。我方旗帜被抢走了。击退他们。旗帜掉落了，敌方旗帜归位，你拿到旗帜了。比四，抢到的旗帜掉落了，你拿到旗帜了。我真的是活了一个模式，不知道。我方旗帜被抢走了。去夺回你们的旗帜，我方旗帜被抢走了。击退他们！旗帜，加强防御，别再让敌人抢走旗帜。我方旗帜被抢走了。比数零，敌方旗帜归位。我跟水母一样，全面进攻。我方旗帜去夺回你们的旗帜，我方旗帜被抢走了。敌人抢走了我方旗帜，去夺回你们的旗帜，我方旗帜被抢走了。哇，输了，完全不知道怎么输的。三国人，哦，哇，这边全部三个。太会了吧！对啊，太会了吧！疯狂的顺哎、欸，要玩一般吗？还是再回来玩这个？好，那我们来玩，好吧？走，吃泡面一下。太久了。哦，这个饼干啦。对，饼干。你家玩到十二点半，玩到十二点半，最后一局，最后一局，明天要上课哎、欸！好吧，你真的被吓的，嘻嘻哈哈的，你还不是很开心？我没有很开心啊，我都被杀得很痛苦哎、欸，吓得快哭了。那你可以玩补人的、啊，不要，我什么更不会玩？不会啊，就补别人而已。好，玩这个。这是什么？哪一个是补血 ？Shift 是转换模式，你现在是加速模式，绿色的，然后 Shift 按一下，就是补血，黄色的。然后一、e、是加强你这个能量，哦、就是如果是补血，对着队友射就是没有没效果。恶魔，他就是他攻击都是打敌人的，然后他补血就是那个范围，只要在你范围都会补血。然后在我范围都会补血，对，然后一、e、就是加强那个效果，就你补血，你开补血，你按一、e、就是会加强补血。如果你按加速，按一、e、就是加强加速。啊、所以在我附近的人也会加速。对，没错。然后如果你大招就是加很多很多的血。韩国人，韩国人，你开语人家说韩国人。刚刚说都是冠。都是罐头，都是罐，图书馆。跟他说卡萨米达，他就问号。其他，哎、哦欸，等一下，
你打起来他们我到底找脾气去了对啊我也不知道开始了天空正等着我回去他们看一个扫地机器人亚波碎哟我吸不死完蛋死了吸死了一次看你没注意空中吗哎，我怎么又死啊？什么？受伤了，需要治疗。没有，我死了。你可以找露西欧。哦，对对对对。我需要治疗。等下，不要躲，快快，等一下。快点，快点。你在哪里？走。这里，这里，这里。其他人让开，场面有点混乱。你的队伍目前领先。帮补，帮补，帮补。哎，帮补，帮补。有吗？有吗？有有，你没死。正义从天而降。再补，再补，再补。这里吗？太远了，是谁动的船的？你在哪里？你太高了，哦！给你，给你，给你！哇！我好多了。不到了，不到，它爆掉了。这个爆炸，你的队伍落后，直接命中，伤势好转了。我锁定你。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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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了哇救命救命我们互补我们互补我是互补到底干嘛就给加血加血进攻进攻哎呀呦对运作正常。当心地滑。目前领先。不要怕，不要怕，我帮你补。胜利之旗。正义从天而降。打不死。哦，他一枪把我打死。让敌人瞧瞧什么是空战优势。未开。敌方还需几枪？对，后面还有一只。哇！让我们一起吃福吧。我补，我补。什么？啊！真空！配合！放了！杀灭目标！不不不！换位置！后面！哈哈！我什么都喜欢用。敌方还缺五人获胜。啊，没了。系统运作正常。敌方还缺三个人。行不行？要有人，要有人。朕非你。敌人还缺一个人。杀掉了。救我！救我！对战结束，失败。
败。七六哎，红色，哇！还要再场吗？还休息？多一场，多一场，要玩什么？随便，随便，那我玩个一般好了。屏障，不敌宇宙的力量。现在抵达伊利欧斯，准备战斗，选择英雄。怎么玩？我不会玩。他就帮人家牵线，然后可以飞，可是我不会玩。还是玩我会玩的好了，哈哈。我们两个互补。我从空中攻击，治愈的魔能来了。又要进行实地研究。你可以那个对墙壁，然后按住空白键，然后就绕一圈。是吗？可以在墙壁。行走，横的，看这空白线。需要医疗协助。对对对对对。谁都打不中我。投篮。五。对我投，我有办法投。三。没法。二。一。第一回合，占据目标。不变。该去打爆敌人的头了。五五加速，有料。治得到吗？升空飞行，震飞入地。注意，要加速了！下，侧边，侧边。一从天而降。会开。后面死神都在我后面，很贼耶！都偷偷来。谈这件事，哇！不要喂！哇，猴子，我是猴子。哦，对面路修好强！
我治不到。后面后面后面，死神死神。系统运作正常。死神。过来过来过来，这个哇，太虚太虚了，喷血喷血，准备好啊，过来过来，需要队友，我这群人的优势，正义从天而降，瞧瞧我们的力量，准备好强。不用换弹。五、四、三、二、一，第二回合战役目标。一月两把吗？看似已经起的是整齐，对不对？好了。走在外面，哎，你掉到外面去了，先走路，哎呦，杀到一个，哎，这球有点惨，他起身，救命救命！
太强了。哇，哎，这个死神25杀，好扯。右边有人，啊！哎呦，我再飞下去，差点！远远胜过你们。我觉得我们需要跟那个守关，等下，这死神要上来，我们就死了。我开点。站稳一点，不行，不行，不行，不由你。升空，我来喽，死神。拿不起来耶，这球吸不起来。4 3 2 1，第三回合战役目标，胜利就看这把了，一定要赢。加血后振作起来，王者不该再爬起来，守好目标，让我控制位置移动，各位英雄站起来，你正在占领目标。亲身的时候到了。
片。你要补血吗？有人在站，有人在站，回来回来，死神死神，救救！我直接丢，哇，赢了！好扯哦！哦，好扯的，我助攻30个，死神都找一个室内图，然后就开始开大。睡觉喽，睡觉喽，耶、哦！嗯，有机械对战了、哦。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开。可能是要全角色吧，是不是？还是什么？哦，休息。